你不用扶我，我自己能走。你抓紧时间撤离吧。我们的政策和你们一样，有待俘虏。谁是俘虏？我早就说过，不用你送我。行行行，不是俘虏，是伤兵，好了吧？你还知道我们的政策？那当然。在法国的时候，我就参加过左翼的读书小组，看过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。回国以后，大姐管的严，我就看得少了。 不过我对你们的进步思想还是很感兴趣的。要不是老师把我拉进了军统，我很有可能就成了我们的俘虏。什么俘虏不俘虏的？都是抗日，在哪边不都一样？虽说都是抗日，但是绝对不一样。绝对不一样。嗯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 樱花号专列在距离镇江不远处被抗日分子炸毁了，伤亡非常惨重。师哥，蠢货！一群蠢货！ 我能找你们什么？啊！出发之前都告诉我计划无懈可击，现在一说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能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？不要逼着我骂脏话。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袭击了火车。阿成呢？明秘书长去海关了。这个时候去什么海关？ 是七十六号梁先生，昨天出货遇到点麻烦，他去处理了。他倒是会去给梁仲春献殷勤。特高科传过来什么消息没有？特高科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。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。日方和七十六号处于一级戒备，已经开始调查樱花号上的可疑分子了。明长官，我刚刚在南天科长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，这趟专列上的与会人员。 无一生还。死这么多人，我们不仅事先毫无察觉，就是到了现在，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这个专列上，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复存在的人在活动。明长官，现在第一要务。 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，要安抚日本人愤怒的情绪，要马上布置南京政府死难官员家属的抚恤工作。汇总了所有的情报后，立刻向我报告。你们出去。是。 师哥，满川，今天晚上，新政府的众多官员和日本帝国的军官瞬间遇难，这件事情我一定是难辞其咎的。王主席这边我不担心，重点是日本人，他们会对我们的谍报系统失去信心。我感觉我的权力。 一点失去。师哥，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。第一步，我要承认暂时的失败，接受教训。我太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。第二步，要彻底清查七十六号和特高科的情报网。 这里面一定有抗日分子的内线潜藏在里面。第三步，要找到抗日分子的信息来源，顺藤摸瓜，杀他一个回马枪。这么大的行动，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。好，清查内奸的工作我责无旁贷，只要这两个机构里有可疑的人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。要慎重，不要牵涉太广。
这次清查一定要有证据，梁仲春那些借机清除异己的行为不能再出现了。师哥，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新政府，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，完全相信。 隐蔽，你在这待着别动。组长，是你吗？是我，自己人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脚崴了。组长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是上海医院的。 怎么称呼？叫我林叔吧。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，日本人马上就到了。惠子小姐，后会有期。保重。正。 其实我今天晚上过来，原本不是为了专列爆炸的事情。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此事更重要？我们情报处侦听组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，而且已经成功勘测到电台的方位。如果不是今天晚上专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打乱了我的计划，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。电台在什么方位？ 是重庆方面，还是延安方面的？电波都来自吴淞口方向，都在深夜发报，而且发报的位置经常变换，不过电波频率非常稳定。至于是哪个方面的，我还不能确定，等我抓到了人，审一审就知道。76号核心政府，要是能多几位像你这样的下属，我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地步。师哥。 你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形势如此危急，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挽救的。你放心，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，我一定会尽力扶持你，替你铲尽隐患。满春。 真的舍不得你出来做事，这几年你变了很多，让我既惊讶又心疼。师哥，我终于盼到你回来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肯为你做。 事情办完了，我再回来的路上了。我知道了，师哥，是海关的事，不是日本人。日本人那边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只要我找到那两个秘密电台，无论他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，都能为我破获抗日组织打开一条缺口，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日本人的嘴了。 我们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言的，有的只是利益。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，恐怕我们在新政府都待不下去了。待不下去岂不是更好？我们俩都被踢出去了，索性就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，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，好不好？ 怎么了，师哥？你受伤了？没有，是我大姐。你了解她的。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啊？这个老女人，简直就是个精神病。满春，难道不是吗？她自己没有男人要，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。
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，他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他心里就不舒服，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？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，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，可是明台呢？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，他却心疼得像块宝。他从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？行了，满春，我大姐一向独断专心惯了，一时之间扳不回来，有些事。 也是七不得的，你要理解我。进来，明长官，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。这么快？是。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，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。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，震慑了汉奸，特此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。本人奉上海战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，前来替各位受训。鉴于上海A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，爆破樱花号专列，特晋升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。 并授予四等云辉勋章一枚。于万历、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，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。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，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的档案里。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授勋，祝贺你们。 谢谢长官。二位先请吧，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。是。请。令台啊，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，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，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。过奖了，谢谢。 我临来的时候，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，还有一份计划表。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，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，才能行动。我来到上海以后，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，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？毒蛇说了。 该见面的时候，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。毒蛇特地叮嘱过，说，现在的76号，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万春，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，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。粉碎计划让毒蛇很看重你的能力，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毒峰在上海的位置，成功的站稳脚跟。是。 有什么新打算了？请你转告毒蛇，我给汪曼春准备了一份厚礼。好啊，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。我提醒你啊，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。 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，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。切记，千万不能先斩后奏，否则。
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，这是他原话，就算是吧。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？我还是想见他一面，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。好啊，一定转达。 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走了。把门关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，王满春向我透露，他们76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，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。是我们的联络点吗？不，但至少王满春认为是。电波来自吴淞口方向。吴淞口。 梁仲春的这个蠢货，尾巴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。你去敲打敲打他，让他把尾巴藏好。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。就让汪曼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，他们狗咬狗，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？有的时候，对手也需要保护，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。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王满春怀疑你了，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方位，以此来试探你。为了梁仲春，这样做不太值得吧？应该不会。王满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。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，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电台。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，犯点纪律而已。看在旧情的份上。 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懂了，我一会儿就给梁仲春打电话。嗯，先送我去周公馆，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，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。记住，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，套取他的信任。具体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吧？当然，梁处长。 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，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。我听说出大事了，什么大事，小事的，炸了日本人的火车，跟咱没关系。但愿如此。好了好了，等把船发出去，万事皆休。他南天的手伸不到那么长。明长官那儿你不用怕，我去给你打圆场，你就放心吧。他们我倒不担心，不过。 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，你在吴淞口那边，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特高科的一个朋友说，汪满春最近查到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，你们侦听组是不是来了新人？多留个心，是人才干嘛留给汪满春呢？你才是76号的头版交椅。 处长今天没来过。汪处长去政府办公厅了，你有事找他。我不找他，我找你。坐。 梁处长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不会打扰你太久。朱慧英是吧？是，梁处长。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，也算见多识广了。技术活干的也不错。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。是，梁处长。 在你眼里头，我是白。
白痴了。梁处长，想立功是好事，可也得把眼睛放亮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。这可是违规的，梁处长。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？啊，整个侦听组六个人都是被汪满春秘密处决的。梁处长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汪满春是没有人性的。在76号，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。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就去重蹈他们的覆辙。这是我侦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。还好，你没有立即交上去。好了。可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？那我不管。你给我挖的土，你自己去埋上。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，你的时间更短。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。是，我尽力。不只要尽力，要尽心。往后你辛苦点，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。我可不希望汪处长因为这件事亲自到我那儿去，明白吗？是，梁处长。人才呀，76号需要人才，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。干活吧。梁仲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明台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什么计划？他准备送给汪满春一份大礼，计划在新年刺杀汪府区。林参谋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复。汪福渠负逆为奸，该死。2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，导致我父亲早逝。为了谋夺我名家的财产，又派人来害我姐弟。杀汪福渠是有个人恩怨，要下令申斥他吗？不，他很聪明，下令申斥他，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世。汪福渠，他最近在做什么？袁田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，汪福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截获了。青木健次跟袁田雄二一样，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。
原田雄二没有来城上海，汪福渠贼心不死，是想另请高明。跟中统交涉一下，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。那明台那边呢？回复他，同意刺杀汪福渠。是。还有别的话要嘱咐他吗？谨慎行事。一想到从今以后，上令下达都是让明太去出生入死，我就恨不得宰了这个屠夫。大哥，别生气了。不生气。兄弟做到这个份上，我跟明太还算是什么兄弟吗？你们不是普通的兄弟。对，我们是上下级。对了，他还有一个要求。还有要求？他说他要当面聆听毒蛇的教诲。当面聆听教诲？哼，倒不如说他想知道谁在背后指挥他行动。他不喜欢被人控制，打小就这样。那我怎么回复明太？这还用我教你？不见。可以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好的。怎么，等得不耐烦了？你穿成这样去行动，迈得开腿吗？我是在上海滩行动，又不用跳火车。哎，小声点。跳什么火车呀？看什么看啊，旁边又没人。你那天干嘛扶他？谁啊？少装傻，女共党。他脚崴了。这不是重点。那什么是重点？重点是你看他的眼神。我眼神怎么了？你看他那眼神啊，恨不得立刻就跟人家走。我觉得你俩早晚得到一块儿去。你是觉得我跟他？我是说，你早晚得加入共产党。切，别胡说八道。哎呀，就要这身了，交钱吧。哎。这是今天的《中华日报》。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法宝。谁写的呀？这么无聊。你不知道是我写的？他们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，请我给他们报社写一篇社论，推不掉啊！不务正业。嗯，大姐，咱们家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，您不管管？我连你都管不了，我还能管谁呀？又是我的错。嗯。啊，对了，这也快过年了。我们也该准备准备，你看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呢。嗯。明台回家过年吗？啊，前两天呢发了封电报回来，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。这兵荒马乱的，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。嗯，这样也好。
正好趁着假期可以补习一下功课。下个学年啊，我想让他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。嗯。阿成，嗯，吃好了去把车准备一下。嗯。来，李大哥，慢吃。嗯。什么事啊？桂姨来信了，说是她在乡下的日子啊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他想回明家。嗯。那您的意思呢？桂姨毕竟在我们明家做了那么多年工，你看，能不能帮我劝劝阿成？他可是阿成的养母，他们俩的关系……我看不可能。阿成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种事情，我看谁劝他，他都不会答应。当我没说，吃饭吧。哎。三号桌，这边请。请坐，先生，您现在点餐吗？朋友来了再点吧。好的，先生。来了。Happy New Year, Mr. Guo。新年快乐，明少爷。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，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搜集日军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的相关信息。先不说工作，怎么吃饭？服务生，没吃过这家的菜吧？很不错，鳕鱼浓汤、香煎法式牛排、焦糖布丁，都要双份啊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今天是除夕，我约了人吃饭呢。哦，那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？吃年夜饭啊。吃。先生，您的牛排，请吧。还不错，郭先生。嗯，您这吃相在上海滩可吃不开啊。哎呀，我这吃相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在上海滩混过。想当年，别跟我想当年。现在不是当年，这儿不是军校。你不是我的教官，而是我的副官。组长，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来提醒：这里是上海，租界是孤岛，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、法国的巡捕、日本的间谍和76号的密探。而且我们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在这种各种势力混杂的场所，而且你今天的打扮跟你的做派，恕我不敢恭维，你这么招摇，难道你不怕别人记住你的脸吗？第一，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，和各方的势力周旋，
你不到敌人经常聚集的地方，怎么能够接近他们？看不到目标，摸不清敌情，我们就是睁眼瞎。第二，我穿什么衣服，什么做派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到这种地方，就应该穿成这样，混迹其中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不像你，吃个西餐都吃成这样，那才容易被人注意呢。而且。 如果在行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的脸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他很不走运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 侧后方坐的那三个男人，是你今天的行动目标。墙里只有七发子弹，你最好在打光之前解决他们。你有行动，你应该提前通知我，咱们一起制定行动计划。你这样太草率了，我建议取消行动。不可能，行动已经开始了。如果你拒绝参加行动，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盒子离开餐厅，买张票回重庆。我送。 我服从命令。3分钟后，你启程开枪，7发子弹，要解决3个人，可别打光了。要是跑不了，留一发给自己。对表吧。 8:12，好，8:15 开始行动。请问林先生在这个包间吗？对不起，林先生不是这个包间，您走错了吧？真是的，约人家吃饭也不说清楚在哪，那打扰了。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不好意思，是我赖晚了。林先生，你要是再不来，人家可不等你了。你是等不及了吗？ 王先生，新年好。你不是明台吗？是，我是明台。 你是我送给76号的第一份礼物。
什么时候来的？来看看你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到。他是什么人？军统、中统，还是共产党？什么都不是，就是宵禁的时候被日本宪兵抓到的流窜犯。师哥，你怎么想起今天来看我？ 今天是除夕嘛，我知道你的习惯，凡除夕夜都是不肯回家的，所以我让阿成在乐铺朗茶楼订了座位，点了草头圈子、红烧肉，浓油赤酱的都是你爱吃的。他们跟我讲你还在工作，我就来请你了。谢谢师哥。那，你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来。 过来了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我也没看见。师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久等了吧？对不起，你还要再等我一下，我想换身衣服。 我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去吃年夜饭吧？我是不怕等了，我就是怕去晚了，阿成把给你点的好吃的全吃光了。他敢？好了，你再等我一下，我很快的。啊，辛苦啦。怎么？害怕我看啊？别闹。
张扬到你的身旁，你可曾听到声响？你的影子像进了我的心房，你的言语你的思想也时常叫人想。曾经好，就没。